is that fire alarm?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. If you're stuck, give him a shout. He'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. So move aside, make way.妈妈，妈妈，咱们是不是该去烤肉啦？别着急，诺曼，你没看见我这儿还有客人呢吗？哦，你好，特雷夫。你好，蒂丽斯。我猜你已经等不及要尝尝我为烤肉准备的香肠了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香肠了。你们好，我刚才听见你们要去烤肉啊。你听得没错，汤姆。特雷夫还要给我们烤他那有名的秘制香肠呢。烤香肠很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吃烤大虾。哈，大虾烤着吃不怎么合适，不像烤香肠。听起来很好吃啊，要不然怎么会管他们叫大虾呢？哎，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我待会儿去权益餐厅买些大虾，然后让你们尝尝它有多好吃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可以尝尝哪个更好吃，是特雷夫的香肠还是汤姆的大虾。什么？获胜者会成为平安镇的烧烤冠军。太棒了，待会儿见。我一点也不担心，我的秘制烤香肠肯定会帮我赢得烧烤冠军的。也许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平安镇要举办一场烧烤大赛，特雷夫将烹制他那美味的秘制烤香肠。什么？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是保障烧烤场地的安全。是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，镇长。事实上，我想声音的来源是在这儿。对不起，只要一提到烧烤和烤香肠，我的肚子就会叫。集中注意力，艾尔维斯，不要老去想特雷弗那美味可口、香甜多汁的秘制香肠了。抱歉，站长。秘制香肠烤好了吗，特雷夫？还没有，诺曼，你来得太早了，我甚至连炭火都还没有点着呢。他很饿的，你知道。大家好啊。特雷夫，你还在用老式烤炉啊？我早就换天然气的了。哇哦，这个烤炉像一艘宇宙飞船。它看上去是不错，但是用天然气炉肯定赢不了烧烤大赛的。它跟炭火烤出的味道很不一样。说的对，它的味道更好。注意，绝不在室内烧烤。还有哪些地方不能烧烤牌呢？太靠近栅栏和房屋的地方，站长，容易引起火灾。完全正确，没人想把那些香喷喷的香肠和自己的院子一起烤了。对不起，站长，能不能别提烤香肠的事情了？好吧，还有哪儿不能烧烤，沙姆？不能在树下烧烤，站长，容易把树点着。哦，说的对。哦，看到了吧，用炭火烧烤是最棒的，对吧？妈妈。对不起。到这边来，迪丽斯，用我的烤炉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瞧瞧这个。开始了，完全无烟，很快就能烤熟了。那边好多了。别担心，过会儿就没烟了。这些大虾看起来真好吃，我现在就想尝一只。别着急，孩子，过一会儿就烤好了。什么味道？秘制香肠，看，用炭火烤出来的秘制香肠是最棒的。特雷夫，平安镇的烧烤冠军肯定是你的了。有人想尝尝我烤的大虾吗？他们已经烤好了，能吃了。你可真快啊，汤姆。真好。太好吃了。香肠好了。哇哦，这是一个天然气罐，可以用天然气代替木炭来烧烤美味的香肠。
使用天然气罐的时候，是不是得远离火源，站长？当然，山姆。如果天然气罐过热的话，它可能会爆炸的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吃烧烤啊？那么谁才是平安镇的烧烤冠军呢？哦，这可太难决定了。我还是没吃饱，也许再多吃一点，我就真的知道谁才是冠军了。我们也想尝尝，我们快饿晕了。别着急，布朗问，我烤大虾的速度可比特雷弗烤香肠的速度快多了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把天然气开大点，我可要提速了。哇，真聪明啊。还不够聪明，我只要再往炉子里多加些碳，也能烤得更快。对我来说更不是问题，我只要把天然气开到最大。那我就把所有的碳都加进来，我要大显身手，让你们瞧瞧谁才是平安镇真正的烧烤冠军。那个，我说，你的火好像有点大呀。快靠，罗曼！我们得马上呼叫消防员山姆。哦，特雷弗的烧烤炉把树给点着了。在野餐区域，烧烤炉引发火灾，我希望今天上的消防课你们都牢记在心。这下艾维斯，看来你能马上吃到美味的烤香肠了。希望那儿还有没烤糊的。我们最好带上两个消防水龙头陪你。好的，山姆。好了，艾维斯，打开水闸。山姆，看，那儿有个天然气罐，有可能会爆炸。很好，艾尔维斯，我们控制火势的时候，你把大家疏散到安全区域。我马上去，山姆，大家请后退。黑米，你继续往天然气罐上洒水，降低它的温度，我把其他的火灭掉。好的，山姆，我会处理。很好，火灭了。能过去看看吗？也许还有没被烤焦的香肠和大虾。消防员山姆，不好意思，诺曼，天然气罐的温度短时间内是降不下来的，现在过去太危险了，等一段时间。我要把剩下的香肠都带回家，我也得把我的大虾带回去。但是我好饿呀，我连那些秘制香肠和大虾的味儿都没闻到呢。也许下一次烧烤的时候，应该让烤炉远离树木，而且要少放一些碳。你说的对，山姆。这里也有我的错，特雷弗，我有点卖弄过头了。现在没人能吃到我烤的香肠了，还有我的大虾。等一下，那个油桶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好了，可以烧烤了，香肠和大虾都可以烤，但是这回你们要一块儿烤了。没问题，多谢了，消防员沙姆。我不得不佩服你，伙计，你的香肠味道可真棒。你的大虾也很棒，也许咱们应该一起获得平安镇烧烤冠军。哈，这个主意太酷了。香肠什么时候烤好啊？